天才 Bang Bang Bang， 天才 Bang Bang Bang。欢迎您再度收看精彩的钱财 Bang Bang Bang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热烈的支持。我们节目的内容非常的紧凑，马上介绍两队的来宾。好，欢迎我们女生队的是卓老队潘美辰、蔡灿德、玉芳、郑庆美。耶！一二三，嘿！哎呀，黄飞鸿的姿势都出来。对，你好，潘美辰，好久不见。瓜哥好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将近有阔别歌坛有一年多时间了。一年半，对，一年半哦。这是忙着做生意吗？做生意一半啦，一半度假。一半度假，郑庆美怎么这个好像像我们是因为工作忙啊，会发胖的原因是有了。那您为什么会？哪有？没有啦，因为最近就是也一年没有发片。我想一个女孩子在产后啊，难免会有肥胖的现象。恭喜人家没有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艺人呢，女艺人当中最欣赏就是她啊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她这位是最孝顺的，那除了唱歌以外啊。你看也不会觉得说我在摆地摊很丑陋啊，我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披头散发哪有啦？什么披头散发？马上就对，你这是卖什么东西啊？卖纯银的，这个要讲清楚，卖银器啦，我就纯银，卖银器啊，对啊，卖银器啊，是摆地摊吗？不会吧？我们是摆摊子，是在走廊旁边，是真的。我小时候摆过地摊，卖鞋子，画塑胶皮做的，一双100块。所以你看呢，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呢，他的这个出处不重要，积沙成塔，对不对？对，男人像吴宗宪出生就富豪，对，没有错。是谁呀？我们还是自己唱民歌啊，唱到快脱肛了，一般才125块。最幸福应该是中间两位演员了。对，你看，我们在讲一些苦事情，他们讲啊，人生有那么苦吗？不会啊，很快乐啊。嘎戏也很累呀。嘎戏是后来为了赚钱呐，我们是这个小时候出生的时候。对对，当个艺人其实不容易，你看着对不对？小沙弥。对不对？对，哎，你还剃个光头，现在开始留头发，多辛苦啊！对啊，之前啊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障碍，现在头发一剃，哎，整个人光鲜亮丽。是啊是，会不会怕剃久了就生不出头发？不会啊，我现在长得好多好浓哦。真的吗？可是这样很丑，现在是毛毛的，就很像那种。哎，你好像在卖广告那牛奶，好多好浓哦。那个玉芳剃光头有没有兴趣？可以啊，我可以考虑看看。你们大家都没注意到玉芳啊，因为头发很少嘛。她在这个近半年里面了，变得很漂亮。是啊，是啊，以前感觉好像是小女孩子一样，在化妆间没有人理她。哎，下面下面下面，现在成熟了，真的。话不是吧？以前就很成熟了。真的吗？以前就是这样。而且现在身材也更吓人呐。哪有，一直都这样子啊，很普通而已啊。哎呦，宗宪哥那天不要这样讲，蔡灿德会很生气的，很普通。那我们这个是很小孩喽。宗宪哥那天说。以前看到玉芳，听到玉芳是哦，现在看到玉芳是哦，真的身材变得很好，岁月催人老就是这样。对，但你也不错，往横的发展。所以碰到郑庆美是加油加油！对，谢谢。哎，这是我们左脑队女生队的阵容，女生队马上介绍。男生队，我们右脑队是我们邓安妮、宋一鸣、麦德罗、牛耳金。耶！男生也来一个动作，好好，哎呦呦，厉害厉害！这礼拜五晚上节目给你们搞得那么暴力，麦德罗，哎，你好你好，非常大方的一位艺人，是是，香港来，功夫一流的，他有一个动作，只要大家可以做到呢，可以奖金10万块。一、二、三，你看膝盖不能落地哦，如果能吸到手指头就10万块了。来，吸完还会啊一声，对对，要起来啊，他要起来。你可以试试看，不是我可能不行了。来来来，真的，这样对不对？一、二、三，来。而且起来要啊！哎呦，就这样，看到没有？哦，现场可以吸到手指头，马上颁发10万块奖金。真的不容易。练这个的时候啊，真的是缝了好几针才练会。对啊，对啊，大导演啊！哦，什么话？恭喜恭喜！那餐厅呢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意大利餐已经第三度到他们店里啊，没有座位坐了，没有位置，生意真的很好。有天我走马路上，人家说：“哎，宋先生，我有什么事？”我以为他找我签名啊，不是？请问你认不认识那个邓安宁先生？我说啊。我说还好，他说稍有交情，他的店在什么地方？你看到那边了，像有一拐弯，走一个礼拜就到了。是，这还不算稀少。我那一天到前面那一家很有名的服饰店买衣服啊，哦，对，然后里面有两个小女生拉住吴大哥，我跟你讲，能不能透过你的关系，去定透过你的关系帮我弄到两个座位。
真的生意要好，生意好的这样，那为什么扩大？不瞒您讲，主要是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色情嘛，对，讲的是，真是不得了了，讲到哪里去了？有设计了，大家捧场，情境，是是，没有大家捧场。看到没？最近呢，先生都忙得跑通告，老婆都在厨房里面。对了对了，希望这个艺人的这个店啊，大家多支持嘛。是是。八位来宾来到我们现场，好，欢迎八位。男女主，我们一开始要进行我们的单元叫做“倒装大王”。哎，哦，来了，倒装大王，我们要示范一下啦。是，来，前面是三个字啊。好 ，1、2、3、4。来哦，那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黄金眼，偏偏我要倒着念，眼睛黄。哦，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黄金色。哎，偏偏我要倒着念，色金黄。对啊。也没错，黄金色社长，下流，这个各位注意三个字，要轮一轮，然后淘汰看谁，然后就四个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吴中先开始，我先出题啊 ，Go！ 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去床上，偏偏我要倒着念上床去，走啊！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大母鸡，大母鸡，偏偏我要倒着念。母大是有，你要倒着念，对，还没出题呢。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口蹄疫，口蹄疫。今天我要倒着念一起口。好哎。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电视机，电视机。偏偏我要倒着念鸡翅店。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哦阿坚，哦阿坚，我要倒。煎阿藕，你可以拿喇叭敲他的头，过瘾吧？综艺界大哥，来 1、2、3。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大时代。偏偏我要这样念，代时大。哎，代时大，大时代，大时代，没错。天才发明的倒装句啊，变色龙。变色龙。啊变了的变变，我要倒着念，龙色变。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爱做人，爱做人。偏偏我要倒着念，人，人做爱。你怎么讲那个？有一点爱做人，人做爱。没有按喇叭是他没错，但是有点 delay 了。好，對對對，要特别注意啊！再来是慢一格就直接全部就啊淘汰了。注意啦，这一个单元是有100分呐、啊。天才发明的倒装句。天妇罗，天妇罗，啊，偏偏我要倒着念，罗富天，好哎，哎，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罗马粉卤肉饭，啊，偏偏我要这样念，那冯罗马，天才，哎，对啊，罗马粉马肉，粉马肉，没想到。第三个就有人挂掉了，淘汰淘汰淘汰，讲错了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女生就有优待，男生没有，好，优待一次嘛，优待一次，还有优待，不，男生不行，这是要严格执行，对对对，哦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去了个帅的，来了个，哎，更帅的，预备 ，Go， 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博爱做，博爱做，我要倒着念，做爱博，天才发明的倒装句。偏偏我要倒着念，醋溜醋，好哎！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变大了，变大。偏偏我要倒着念，大了变，大了变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也不错，变大，变大，也不错，惹大变吧，惹大变，惹大变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一直想到他。好，请到旁边休息一下，来，两位有伴，来，那我们中心应该从中间的。哦 ，1、2， 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好快乐。偏偏我要倒着念，乐快我，乐快好。哎，我心里想说，港人来台，我们总是有优待，有优待，他字词错而已。对呀、啊，好快乐，乐快我，哎，乐快好，好，乐快，能不能原谅他了 ？1、2、3、4，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欧巴桑，欧巴桑，偏偏我要倒着念上巴哦，是有，四个字啦，剑下留人，剑下留人，偏偏我要倒着念人留。
那个小蜜蜂眼睛好像刚才没有了，还是眼睛那个地方还是错。天才 Ben Ben Ben。是啦，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一飞冲天。片片，我要当编剧啊，背脊中间。在旁边休息一下，这一定挂了。来来，美女往上一格啊，都知道了。哎呦，你出题好了，好 ，one two three go。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彩虹凤凰。彩虹。对不起，没听清楚。果然啊，哇哇，天才，偏偏我要倒着念，黄凤豪才，好难，好啊，对哦对哦，天才发明了倒装句，剑下留人，剑下留人，偏偏我要倒着念，人留下剑，是哦，漂亮，天才发明了倒装句，受情中心，啊，受情中心。受刑，受钢琴的，弹钢琴的受刑，受刑。偏偏我要倒着念，金等一下，金钟情兽，对嘛？啊，你怎么可以思考了？请到旁边去。对呀、啊，你要讲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要讲色情中心，他就答对了。我瓜哥来 go。天成发明的倒装句，人见人爱，是由人见人爱。偏偏我要倒着念，爱人见人，爱人见人，是的，是有，是有，是有。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。偏偏我要倒着念，国华民中，国民华中。对，中华民国。哎，这样也可以淘汰掉一个啊！哎呀，厉害厉害！好，外面赌牌越来越凶了。我剩下三个人，剩下三个人。来来，从真心梅，预备，四个字哦。好。One。天才发明了倒装句，苏联共和。苏联共和啊！哎，他怎么出那种怪？偏偏我要倒着念，和共联苏。有。天才发明了倒装句，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。偏偏我要倒着念，路速高峰。路速高峰，路速就不对了。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。路公速高。路公速高。哦，现在剩下两雄相争了。哎呀，到底是我们帅哥厉害还是美女厉害？帅哥出题来，还是一人分？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天才发明了倒装句，歪鸡内衣。念衣内之外，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再来，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大小一同。偏偏我要倒着念，同一小大，厉害哟！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不三不四，简单了，不三不四。偏偏我要倒着念，四不三不。耶，再来出题，天才发明的倒装句。哎呦，对，这么好，我要叫人念王大庄道，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中式电视，中式电视，中式电视，偏偏我要倒着念，是电视中，有好哎，厉害厉害，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哎，等一下，天才发明的倒装句，哎。考虑问题也算，你看啊，这个最容易的时候出题都不好出来，真的吗？恭喜我们邓安妮先生，获得100分，得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来来，男生队呢，我们就是邓安妮获得100分啦，是是，倒装大王结束啦，是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我们的黄金眼 band。马上要进行我们的黄金眼。黄金眼现在有两次的影片呢，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是不太一样的。第一次看完之后，第二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大家就抢答了。是，第一次不用抢答，第二次才开始抢答。是，所以给各位看两次影片，影片的内容丰富，音乐非常的轻松活泼，很棒的一段音乐。是，小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看动画啊。是，哎，池塘边，哎，池塘边，来，我们看黄金眼 band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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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多轻松活泼的音乐，让人看得心旷神怡啊！奇怪，每次听到这个音乐，心情就很好。是啊，是啊，让观众看完之后也觉得，哎，现在综艺节目真的要朝这个方向。那当然了，很清新的家庭版的。是是，我们不要带太耽误各位的时间，马上各位看第二段的影片。看第二遍有错误，立刻抢答。就是跟第一遍里面到底哪不同，要指出原因啊，分数各有不同。来，请看 ，Bam。哎，潘美辰，禁止捕捉，他本来是禁止狩猎，好像。你是说警告牌？哎，警告牌写错了。那个字写错了。警告牌上，哎，恭喜答对啦！我仔细在观察。对对。仔细看哦，池塘旁边警告牌上的字有点不一样哦。100分，个人100分了，这是个人分数啊。请继续来帮我们找出原因来，注意。请一名是两只鱼变三只哦，两只鱼变三只，其实那是蝌蚪啦。第一遍只有两条蝌蚪，第二遍却有三条蝌蚪，你有没有发觉？20分，因为这题目比较简单，所以20分，很明显的嘛。来，继续下去。哎，好，潘美辰，哎呦，这厉害，好厉害。那个青蛙的身上是不是？就是好像斑点好像错了，斑点错误不一样，斑点不一样，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青蛙上斑点。哇哇，哎呦！然后可不可以接下来答？等一下，我们先确认这个。这么厉害啊！青蛙身上的斑点颜色刚好相反，你有没有发觉？50分，50分，哦，厉害厉害！好，你可以继续保留。那个字相反了，什么？对不起，那个字我不会念什么什么心源，庆庆庆源，现在变元庆。刚刚整个是庆源变元庆，是庆凉如水那个庆。有没有发现庆源变成元庆了？100分。大家特别注意，男生注意的，这一题全部被女生所抢答了。那麦先生，你是情急按铃是吧？麦先生，没有，我看到有这些不同，刚才哪里不同？真的吗？那些虫不同，这条虫本来是它往右手边的，突然间往左手边。请说。那个虫不同，它虫本来虫本来是平平的，就它变成有一粒一粒一粒那个。本来是一条的。对对对。看到了吗？绿色的虫造型有改变哦。哎，男生被剃光头了，是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对呀，怎么一个都没有？我们要继续看了啊，还有3个，来。那个鱼本来是红色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鱼的颜色不一样。Yes。哦，不是，我们已经按了，就是还没有响。有没有发觉前后两边的鱼颜色不太一样？20分，好了，恭喜了。再下继续往下看。哦，哎呦，这个小蜜蜂眼睛好像刚才没有了，还是眼睛那个地方好像错了？好，没关系，您多虑了。来，继续往下看。乌龟那个在吃的时候眼睛没有动，它眼睛刚动了一下，眼睛张开了是吧？乌龟的眼睛。哦，恭喜恭喜！所以替我们男生呢出口气啊！哎，还好是那个乌龟，要不然您就干龟了。是是是。留意到了吗？乌龟的眼睛在第二遍时有张开哦。哦，有张开哦。等一下，105啊！一题就要他们两题的分数，真的有压力。继续往下看。哎，请说。青蛙，哎，那么厉害。那个青蛙舔舌头的时候，有那一个蜜蜂的翅膀在上面，原先的是没有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注意看哦，前后两边青蛙在吃东西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好，全部题目都已经找出来啦。是，我们要稍微休息的片刻，回到我们现场要进行我们的目击者 Band。他们来念保镖，连续念7次，能够念得完整，就算是真的是专家。10万块可以啊。保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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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镖。
天才 Ben Ben Ben， 天才 Ben Ben Ben， 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来，目击者，目击者，今天发生的是一个保镖，终极保镖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看到 Bodyguard？ 有 ，Whitney Houston 跟凯文科斯纳演，是与狼共舞，还有这个老黑，但是保镖，你看这两个字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保镖连续念七次，能够念得完整，就算是真的是专家。十万块可以啊？十万，真的吗？来，潘美辰可以试试看呢，预备起。保镖，已经很辛苦了吧？对，那样子好像卖保镖，保镖打打镖。这国语最标准的就是真心没了。好了，来，哎，七次就好了。保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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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镖。不相信你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现在可以试着看看，给自己鼓励一下，七次就好，绝对念不标准的。保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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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，这算好一点的，也是会脱锤的。来，我们今天的终极保镖。内容呢非常的紧张动魄，是希望八位目击者仔细看我们的影片，大家仔细看啊，目击者 Ben。 各位 stand by， 演唱会在20分钟之后开始。We both know I'm not what you need，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， I will always love保镖，哎，各位来宾，马上请到我们的倪警官，欢迎倪警官来。好，大家晚安。那么倪警官今天就要就刚才这个画面，要请教各位在场的人。第一位，我请教的是蔡灿德。警官好。嗨，我好。那么我要请教你了，请问这个演唱会是几点几分开始的？几点几分开始？其他人不能串供。8:05。8:05。各位 stand by， 演唱会在20分钟之后开始。Roger。哎，没错的。他讲了20分钟。下面一题，李警官来。好，潘美辰。警官好。好，你好。我想你现在对刑案都会比较注意一点了哈。我要请教你哈，刚才那个安全人员呢？在那边检查他整个化妆室里面，他检查了哪几样东西？他检查了化妆箱里面的东西，包括口红那些不讲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花束。
花束，还有在找衣服，哦，对，没错，在找衣服、化妆箱以及检查花束。哎，对，没错的啊，恭喜答对了，谢谢，十分。哎，林警官，好，那么我再来请教的是宋一鸣，警官好。好，那么请你指认一下哈，像这个墙上，你看一下，这边有四本笔记本，就是他刚刚要到现场的时候啊，那个请他签名的是哪一本？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一题真的蛮难的，这个太狠，应该是第三本吧？确定吗？第三本，哎呦，哦，这图文的确是非常难找的，对，签名本，李警官，哎，刘尔金。警官好。哎嗨，我好，我要请教你一下哈，那个保镖这个安全人员配置图被调换以后啊，他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知道有被调换吗？他有被调换过吗？有。那我们现在先给他先评判，他连调换都不知道。哦，掉到地上那边拿起来，他那个观众席本来每边都有两个人，后来变成只有左边有两个人，右边变成只剩一个人。哦，看到了。哎，林警官，好，我要请教的是玉芳。警官好。好，那我问你的问题大概是全天下最容易的了。真的吗？就是在台底下有拉布条的那个歌迷是从哪里来的？什么高工啊？啊，这还不知道啊？这么简单都不会啊？如果这个不会的话，你要被抓起来收押哦。哦，你的眼睛问题。然后什么高工？他刚好那个没看到。其他不能做任何。大内高工。大内高工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收押。抖六。果然是大内高工。大内。抖六还有一点像大内。来。大内大内高手啊，大内高手李警官，好，继续，接下来我要请教啊，郑导演，警官好，你看看这四位是哪一位是我们确实的歹徒？第二个，还蒙对了，你怎么蒙到第二个呢？你怎么会猜第二个？既然是蒙的，他打 pass 给我说第三个，我把第二个认成第三个。啊！我从这边数过来。抓起来！往电脑走。顺利侦破这个案件的，恭喜各位！恭喜！马上进行我们的时间狼 ，bang！ 时间狼，厉害了！时针在左手，好，分针在右手。今天我们有稍微改变一下，现在有18点的，18点这是6点嘛，这个不用多解释了，19点。就是7点，这样好，这个自己去换算了啊。是，来第一位，17点的阿德，加油，17号，阿德加油，加油，来，我们光头族出口气。时间狼，请开始。下面音响，12点25分。错，为什么错的呢？各位看。你看，他从11点，从11点这样慢慢过来就不行，要12点最起码。要过12点多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来，好，这个算没有了。不过这一题也证明了他这个一毛刮得蛮干净，是12点。你怎么只观察这个东西？好，很难，很难啊，差点。很难。来，请开始。下面音响，11点55分。需要。这样对了，算对了。来，下面一个，请开始。下面音响，14点20分。这个2点不到啊，你看1点20，这样也不对。好，请下来。好，请放下来，这样子多难看。请开始。下面音响，9点50分。哦，你自己看，九点八点五分，九点五十分，对，弄残了，还往上，快10点了，9点50分，快10点，来，错的已经很离谱了，他可能比的是伦敦时间，来，请开始，下面音响，16点05分，哎，四太离谱了吧？对，
快五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时针是错的。来，下面一个，来，请开始。下面音响，7:40。睡油。7:40。漂亮。他知道7:40啊，没错啊，他比数字是比出来的。来，来下面一位，真心妹，请开始。加油哦。下面音响，18:15。哎，不错，哎，差一点点。所以以后那时针要摆出来，不要摆到后面。对，摆后面谁看得到？来，而且你那一挡，腿又够。啊，来，下面一位，来，请头马头开始。下面音响。10:35。翠，翠啊，翠，十点，哎，的确是非常精彩。那当然，让大家多注意到时间，光阴很重要。下次我们比的就是美国时间了。好，一次比一次难嘛，对。是是，这个比完还要直接换算成美国时间，伦敦时间，看对不对？厉害厉害。好，马上要进行我们的活到老，记到老，天才 bam bam bam。赵盾，赵盾，赵盾呢？寂寞盾。什么？寂寞啊？寂寞啊？寂寞，寂寞，寂寞啊？寂寞盾嘞？门前盾，门前盾，门前盾完，炸胡盾，炸胡盾。学错了。哪个？哪个？吓一跳。你干嘛？天才 ，bang bang bang。天才 ，bang bang bang。紧接着进行的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单元“活到老，记到老”。今天请到这么多长辈，是五位长辈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。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注意，我们要访问一下，是给他们做资料，大家以资参考。各位看到他们上面呢都挂着“自摸暗杠炸虎连庄相公”，今天跟麻将有关系的啊。你好，贵姓？小心姓张。张先生，张张飞的张啊，张飞的张。那在瓜哥面前怎么好提张飞呢？那有什么？三个颜色嘛，但他是讲桃园三，他是讲的桃园三结义嘛啊。现在这个张飞好还是过去那张飞厉害？还是过去的还比较勇敢嘛。哇！你是无风不起浪，一直挑起大家战争的。是是是。好，你好，您打不打麻将？小打麻将嘛，10块钱、20块钱。是是，140，哎，麻将总共几张？啊，麻将126张吧，144张的，144，哎，边上的连庄的避免了，抓下了，抓下了，起来操动啊，哎，阿里西安怕白啊呗，哎，好，今天是担任自摸的角色，自摸，是不是？我是市场自摸嘛，你打麻将有没有打过一晚上没有自摸过半把？不是，我没打晚上，我是打白天，白天年纪大的关系，6点钟打到6点钟了，好，再问下去，脑筋反应很好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可见呢，待会很清楚的啊，自摸先生，好，来，好，第二位，多指教，不行，我姓谭，谭啊，那您个人打不打牌？哦，不会，不会啊，什么叫暗杠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来，请他来解释什么叫暗杠。暗杠就是暗杠就是那个那摸了4个了，暗杠就。盖起来不让人家知道哦，这样摸到4个，不知道。盖起来之后的程序是暗杠，还要干嘛？还有什么程序？还有明杠啊。暗杠之后的程序是什么？后面那个杠上开花。啊，再从后面再摸一张嘛。还盖起来之后后面要抓一张。对对，杠上开花。是是是，炸胡先生。对，你还打过牌？我打过牌。你有没有炸胡过？有。有炸胡过？什么原因？1、2、3，宽平筋脚，2、3，一口一。哦，看错，打牌的其实很多笑话，常常摸牌啊，没有注意看，大家知道打麻将打习惯就知道，6条9条很难分辨，哎，对，6饼8饼很难分辨，5万跟2饼很难分辨，对，2万。然后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李登财先生嘛，是起来看牌，听好像听5、8万，是，眼牌，哎，眼开，眼牌看看，看看看，摸，结果摸个5万，他以为是2饼，打出去。吓一跳，但是站起来打出去就不算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次那个叫做这个陈一郎，陈一郎打牌，你那表情，吓一跳，陈一郎也是这样，摸了一张牌，暗杠，没有看哦，就暗杠，就摸别人自摸6饼，当倒牌，他说不付钱，怎么6饼有5张啊？他一看，哎，我暗杠6饼，他怎么自摸卡6饼？来丢，就来那场来。你先过来再说。过来，我炸赌还得了？一看怎么哎，3张6饼，1张8饼。他说那场什么事？他就不敢讲了。说哎没有了，没有槟榔了，去买一下好了。
每张麻将啊，中国的国粹嘛，它每一张都有它特殊的名称啊。是是。人家东风叫穿了道袍又束腰，哎呦，像一个道士有没有？南风是挂了羊头卖狗肉啊。是是是。那北风是北风两轮背坐又靠脚。西风是进了棺材还戴帽。哎呦，你看。青花是出水蛤蟆水上漂啊，哎呦厉害！红中是樱桃小口带把刀，哎呦厉害！九条是长江黄河浪滔滔，好啊好啊！哎呀，卖个够，卖个够，师姐，阁下真是念了一手一嘴嘛好麻将。开玩笑，小时候家学渊源呐。是是，不是我吹牛，我中前我跟他打过牌，所以这个很多人都在他手中败将啊，他的麻将都摸到准了，什么一二三四花，每一栏竹局啊，这个摸准还不稀奇，那一鸟可以摸公的母的，这个厉害。您这就哈拉了，厉害！因为我现在是老千嘛，我还老万呢，老千。好，东东往前一点，来，各位可以开始写下你的标准答案了。好，你们觉得哪一位是你们的心目中的中意的对象？先选下来，潘美辰选四号啊，哦，连庄小姐，哦，阿德选一号是吧？哦，志摩先，再来是一号，五号，哦，再来，哦，一号，耳金选一号，啊，四号麦德洛，啊，四号一号。一四一四，好，现在准备开始了，从门清来 go， 门清蹲，门清蹲，门清蹲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鞍杠蹲，鞍杠蹲，鞍杠蹲，鞍杠蹲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赵虎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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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虎蹲了寂寞蹲。什么寂寞啊？寂寞，寂寞，寂寞，寂寞啊！寂寞蹲啊！阁下是哪里人啊？广东人啊？广东啦，同祖乡啊，赶紧。那德威啊？啊，南庙啊？南庙啊？你本身是广东的？对，广东人啊？广东人，麦德罗，广东人。妈谁啊？寂寞啊？寂寞了，寂寞了，寂寞蹲呢？啊，寂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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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关系，这只要到寂寞就是你了。难听呐，难听呐。寂寞蹲来，对，寂寞。哦，自摸灯，自摸，自摸灯，自摸灯完了，鞍杠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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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红中灯，红中啊，没有红中，没有红中，需要自己的。接下来那个啊，刚才念过了啦。好的，请进来，好，请讲。该我的，来鞍杠开始。哦，鞍杠蹲，鞍杠蹲，鞍杠蹲啊，连庄蹲，连庄啊，连庄蹲，连庄蹲完，门前蹲，啊，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完，炸胡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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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完，相公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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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，炸胡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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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蹲到连庄蹲，连庄蹲，连庄蹲，连庄蹲完，炸胡蹲。炸糊啊！炸糊！我听不清楚啊！炸糊了！他听不清楚啦！我也听不清楚啊！啊！我听不清楚，听不清楚。对呀，他是忘记而已。来，不是刚才练到哪边？自摸蹲了，想到哪边？自摸一杯，自摸开始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了，门前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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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鞍杠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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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。门前蹲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完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完门前蹲，啊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完炸胡蹲，炸胡蹲，结束了。哪个？哪个？吓一跳！你干嘛看我？那我还在，我还有，这是什么？你的技巧。连庄开始，连庄开始，有，我们被三个老先生糟蹋掉。我们有个暗杠。哎，这麻将皇后，我们跟他拼。连庄开始，开始。连庄蹲，连庄蹲，连庄蹲完暗杠蹲。暗杠蹲，暗杠蹲，暗杠蹲完连庄蹲。连庄蹲，连庄蹲，连庄蹲完相公蹲。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完暗庄蹲。没有啊，安装没了，安装。那你们俩一起蹲了。安装蹲，安装。安杠的，安杠的，安杠的，安杠蹲，你们去。安杠蹲，安杠蹲，安杠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了，安杠蹲，安杠蹲，安杠蹲，自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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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完了，相公蹲。相公了。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安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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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完，自摸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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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相公蹲。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了，安杠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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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完安杠蹲，安杠蹲，安杠蹲，安杠。
蹲，连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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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完按杠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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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装蹲。连装蹲有秘密吗？来，慢了点。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完相公蹲。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完按杠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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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了，相这个按杠蹲。哎，请慢的，慢慢的，慢的，啊，进攻，来，请到后面，慢冷是的，好，剩三位没关系，来，过来一点，过来，连装开始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完炸壶蹲，啊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完按杠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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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摸蹲，没有错。你这个老鼠屎！哇，太强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厉害啊，这两位，我现在有点害怕。不是，怎么会被两位老先生连扁了？是不是？好，剩下三位，加油！我这叫什么炸壶？炸壶，炸壶！来一杯，一杯。相公开始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完按杠蹲。没按到，没有。换掉了，该我们两个了。换掉了，两个。哎，你先来一杯，切。行，小姐，你先。来，加油，让蛙哥跟开喜婆婆啊，一杯。一杯，连装开始 ，Go。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来炸佛蹲。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来连装蹲。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来炸佛蹲。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炸壶蹲。哈哈哈不错，我们第一名，第一名，掌声给他们。四号的麻烦把牌子举起来。哦，潘美辰还有搞不过他，只有这个。不能这样讲，人家假霸都是怕麻将，我们在注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太厉害？现在跟我们每一队派出两位代表来一起来参与啊！你是继续连庄了哈，你那文雅给那里来集中 double 的就。我老的 double 哈，其他人谢谢谢谢。谢谢他们，从我们门清开始一杯，切。门清蹲，门清蹲，门清蹲，自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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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完按杠蹲，按杠蹲，按杠蹲，按杠蹲完上弓蹲，上弓蹲，上弓蹲，上弓蹲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门清蹲。门清，拍谁拍谁啊？淘汰一位，好，妹你让我们炸壶玩一下嘛，说得到你们四个。来炸壶开始一杯，炸壶开始一杯，开始。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完按杠蹲，按杠蹲，炸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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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完门清蹲。没有门清。连装失败，可惜啊。哦，门清没有。哎，你还是很厉害的，还是很厉害的。来，按杠开始，预备。按杠蹲，按杠蹲，按杠蹲完。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上弓蹲。上弓蹲，上弓蹲，上弓蹲完按杠蹲。按杠蹲，按杠蹲，按杠蹲完连装蹲。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自摸蹲。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连装蹲。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完自摸蹲。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按杠蹲。等一下，来炸壶，来进去。告诉你们，其实没有这么容易过关，哪有这么简单？那个牌子呢？预备，按杠来。按杠蹲，按杠蹲，按杠蹲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，相公蹲完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完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，门前蹲完按杠蹲。按杠蹲，按杠蹲，按杠蹲完上弓蹲，上弓蹲，上弓蹲，上弓蹲完一摸蹲，一摸三了，来来来，回去了，你放高嘛，是一摸三，来来来，上弓在没有啊？门清早，连装开始，连装，好，瓜哥啊，连装开始，连装，好，连装蹲，连装蹲，连装蹲完门清蹲，门清蹲，门清蹲，门清蹲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门清蹲，门清蹲，门清蹲，门清蹲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，自摸蹲完炸壶蹲。炸壶蹲，炸壶蹲，炸壶蹲，自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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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，连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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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，自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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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，炸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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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，连装蹲，什么话？连装蹲，好，连装蹲啊，连装，它变成连装蹲，蛮清楚，清楚了，好，按杠，按杠。
安钢墩，安钢墩，安钢墩，茶壶墩，赵墩，赵墩，赵墩，芝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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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墩，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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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墩，芝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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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墩，门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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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墩，芝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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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墩，安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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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墩，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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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墩，哎，怎么怎么引擎尬住了？来，他们两位女生各好，恭喜两位各加100分。女生今天很厉害哦啊！好，这个是我们活到老记到老这个单元啦。紧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一个广告，回到现场进行我们的触觉大考验。Bang！软软的，已经掰成这样还软软的吗？已经很悲了吗？不准摸了导演的头啊！哈，好怪。那也有可能派一匹马来了。天才 bang bang bang， 天才 bang bang bang。一看我们女生坐整排就知道是触觉大考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由男生队先来触觉一下，是是是，看谁摸的人指定的人比较多，是谁有这么大福分呢？哎，刘尔新先生，好，来欢迎啊！对对对，他平常有捏水饺，先摸清楚再来戴眼罩。我已经真羡慕你啊！现在这一段录影下来，我妹也交给大嫂看，要摸仔细摸，不要随便摸摸，待会摸不出来。要摸特征，阿德你要摸他的虎牙了。所以要牙搬，嘴巴搬开来。算了，不用，你摸头就好，没头发。不对啊，没头发就是他。对啊，他等一下要改装哦。戴假发那样。头发假发拔掉。那新梅是要摸嘴唇呢。新梅的嘴唇是比较。摸得清楚吗？待会有改装啊，头发发型都不一样。摸骨丝了。你一直在摸我眉毛，从刚刚一直在摸我眉毛。小心人家眉毛。是倒霉的。假的嘛？你摸摸。对吗？有一颗痣，对呀、啊，对，摸到这边有一颗痣就吃了，差不多应该是可以了。待会把痣这个粘起来，可以了，把痣贴起来，来可以贴啊，它可以改装啊，骨头不能变嘛。好，请戴眼罩，请戴眼罩。哇，有这么难吗？等一下，不要急啊，要摔倒了，不能压坏。OK， 好，各位变装，变装了，开始。为了要获胜，也可以脸上抹蛋糕。换位置来。阿七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哦，下巴尖尖的，瘦瘦的，是拿一根钓竿。哎，有一个痣我摸到了啊，这个脸呢摸起来就像女孩子一样。应该是谁？应该是我们的潘美辰小姐。恭喜，来第二位，第二位。这个人啊脸上肉很多，而且很容易挤眉弄眼啊。哦，这个肉很多的，鼻子也很大，叫做这个应该是玉芳小姐。嘿，厉害了。好，第三一位，这一位呢，哦，哎，这一位跟刚才那位有点像。哎，好像这个才摸完人家睫毛又涂在脸上，你像。哦，没有。好，玉芳，对，好，对，脸上肉多就是玉芳。再来摸一下真心美啊，这一定就是真心美了。这样讲，这样不是这一分就不能算了。这样，哎，你不要弄我的眉毛。不对呀、啊，这个好像这个才是蔡灿的。完了，好，复摸30秒，来。哦，真的可以重摸一次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个应该这个是蔡灿的啦。不管，好，这个蔡灿的。我们才不管你。第二，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这是玉芳。好。下一个，哎，那个是真心梅，哎，这个是，这个一定是潘美辰啦，一定是潘美辰，所以就是潘美辰的真心梅的玉芳的蔡灿德。好，眼罩拿掉，眼罩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对的，对两个，好，对两个，对两个，没错。哎呀，换下面一组男生，他们答对，男生队呢得2题。好，接下来是男生了，我们女生谁来摸呢？蔡灿德，我来摸。蔡灿德这种打扮好像军人呢，来。阿德这一辈子啊，第一次能同时摸4个男生，好奇怪，等一下摸。很刺激，对不对？嗯，可以了啊，感觉我的会死。他的脸最小。
耳巾的。师兄嘛，打一打，不用摸了，直接摸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类的脸没有那么大的啦。好软哦。它也是肉比较多。哦，哎，又软，你。对啊，好摸，好捏哦。Q。好像汤圆，真的，也差不多啊。什么都可以，不准摸导演额头啊，翻脸了，以后没有戏了。他也没有找我拍过。你没空，直接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头发留住。好，感觉好了。好，现在戴上眼罩。好。好，来，请把眼罩戴好。大旁边，不能偷看。偷看啊！来，赶快装扮。好夸张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能摸头发，本来头发就不能摸，本来就不能摸头发。这个脸肉垮垮的，可能是我现在就要猜了吗？不用不用，你摸完再来猜没关系，你心中有数的盘算在。软软的，已经背成这样还软软的吗？已经很背了吗？真的摸不出来额头啦。这个人应该是最胖的刘尔金。宋少卿，因为他脸很松，他的肉很松，然后很软，这一定是刘尔金。肉松了，对不起，尔金哥。好了，告诉你，二号是送分啦，好吧？他故意弄成这样子，一定是麦德罗哥哥。哎，可是等一下，我是他的脸。好了，等一下，他的头发戴成这样，一定是邓安宁。等一下，不准摸了导演的头啊！哈。好快！那也有可能派一匹马来了。不行，他脸最小，他脸最小。哎，你还左右开弓？他是一名哥哥。好，一名送一名。对。哎，这人脸也很大。猜章鱼好了。他也很好捏，怎么？哎，我刚猜过谁了？摸嘴巴，你猜。我刚猜过谁，那就是那个麦德哥哥。麦德，可是他的脸变胖了。来复查，再重新复查一下，再重新复查一下。七，一个人只能摸十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这个是麦德罗。麦德罗的拍手一定错。什么都。刘尔金。这个是宋一鸣。什么都能。宋一鸣，宋一鸣。宋一鸣，你要摸到哪里？然后这个就是那个，我刚猜过谁了？麦德罗，麦德罗，宋一鸣。那这个可能就是导演。导演邓安宁。那这个脸最肥就是刘尔金。刘尔金，没有错。来，请打开。好，请打开。一个都错，你全错。我说，导演，我一直说你很肥吗？对不起。哎，你怎么连二号都摸不出来啊？一开始本来摸对，摸对。后来我第二次就换的瘦脸嘛。这是什么？变脸吗？这你变我这是这。我回去接他。哎，不错哦，这样子女生对这一题没有得分了，分数就拉近了，是不是？恭喜男生获胜，恭喜他们。对不起。哎，请回座休息一下，待会我们广告回到现场进行我们的瞬间记忆 ，bang。天才 bang bang bang， 天才 bang bang bang。接下来是瞬间记忆。瞬间记忆第一道题目的 VCR 呢是一题50分，大家特别注意啦，时间很快哦。那是 Part One，Part Two 就是100分了。先看 Part One， 瞬间记忆 bang。时间很快吧，注意了，题目马上就要出来了。来，第一题，请问，请看斗篷里面变出什么？变出斗篷，斗篷里面变出发，发海啊！哦，来，接下来是左上角变出什么？左上角，好，来，男生丝巾，哎呦呦，女生加油！现在男生后起直追了，加油！第三道题目，请问魔术帽里面从什么？对不起，按太快。没关系，按就按了。从什么变什么？不知道。柳丁。柳丁变什么？鸭子啊。柳丁变鸭子。有没有人会？请说。扑克牌。柳丁变扑克牌。No。来，变兔子。柳丁变兔子，恭喜答对了。
参与全部男生的，150分拿到手了，加油啊！接下来也是我们瞬间记忆，但是一题都是100分的，100分的，加油！注意看题目了。就是这样了，太快了，有记下来吗？没有是吧？无所谓，大家都是公平的。来，请看，来，哪个位置没有东西？右下角，空的，这一题是100了啊。是，接下来第二道题目的答案是哦，不是，请看。对，吉他的左右位置都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右边是木棒，左边呢？好，你记得，你记得。那个马桶的，通马桶的那个。在左边啊，右边？左边。左边，然后右边呢？是那个。锤子，玩具锤子，恭喜！哎呦喂，加油啊！现在被拿走200分了。第三题，请看，来。出现的顺序分别是什么？刘恶心。娃娃，浇花器，花洒，然后娃娃浇花器，吉他，然后是，好，别浪费，娃娃听错了。娃娃浇花器，左上角的是通马桶的，通马桶，然后吉他，然后右上角的那个贡腿呀，答错了，最后一次机会来。那个次序小有错误。娃娃浇花的洒花器，吉他，然后那个通马桶，不是啊，我知道，不是。来潘美辰说，娃娃那个花。然后是那个通马桶的，是，然后锤子踢打，哇，那是这样，这个100分没有，对，应该三个人之后就没有分，但是这题还算是女生答对，但是这个100分不加，娃娃、花洒、通马桶、棒子、吉他，好，就这五样了。好，我们先来宣布成绩啦，今天到底是左脑对获胜还是右脑对呢？看一下我们的女生队总分940分。男生右脑队是670分，恭喜我们的270分，恭喜我们女生队可以获得牛年纪念金币1枚，恭喜他们。牛年金币快要缺货了啊，马上迈入虎年了。对，再来我们把那牛年的金币通融掉，是改成虎年的啊，融掉，留着就留着。马上宣布我们今天的 MVP 是谁呢？ MVP 就是我们的潘美辰小姐，耶，个人出的600分啊，600分，哎呀，来，请到前面来，来，哦，向10万块挑战，怎么挑战呢？一百倍，开始，2分钟啊，码表就摆在你的面前，不是要增加你的压力。也太小了吧！我必须告诉你，现在已经过了25秒了。好，弹破了，弹破人亡，是你的10万块在这里。弹破人亡，不可能的，太难了。要练。这就告诉我们观众朋友练，我们传统的书法大家都忽略了，年轻朋友不要光玩电脑啊，这书法还是要练的。王哥，你说弹破人亡是一句很好的话，你讲出来还是怪怪。接下来我们请到我们书法家哦，为大家来表现一下弹破人亡。来，欢迎我们中国书法协会副秘书长谢建辉先生。你好，谢先生你好，欢迎您来光临。长官呐，您的书法一定写得不错的。还好了。不用写漂亮，只要写出规格来就好。有不歪，等一下，我帮你摆正。这个要练习的啊，能够过关就是10万块了。等一下啊，你不要还没开始写就挂啊！预备，2分钟开始。写书法讲求的是稳定性，它的稳定度要是不够的话是不可能的。哎呦，我看他已经歪了。老先生非常严谨啊，不苟言笑。谢谢您来参与我们的啊，谢谢。那我们这样，我们先请他们来写写看，到底谁能过关呢？来，安宁，邓安宁。他妈的，可以吗？好，来请。来，加油！
因为你是导演，我没有给你时间限制啊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给他时间限制啊，过关我们也不会给钱的。等一下，他过关，他写的蛮漂亮，他会过关哦。过关过关，我学狗爬。过爬。郑汉宁真的毛笔也写得不错，字也漂亮。现实是不可能的。过关，我把地上的蛋舔掉。还有两秒。不用捡地上的，你捡的那女人就好。哎呦！哎，你捡那五，人话不听。那是人话吗？真是，要捡地上的蛋，你多夸张啊你！来，女生，好，恶心，女生应该来一个吧？恶心来一下，恶心，恶心，恶心应该稳定度蛮高了。蛋要先摆好。开始。认真的男人最漂亮，认真的男人最英俊。这句话不适用于刘尔金先生。尔金下巴垂下来了，哦，三层肉出来了，一样子，不要好，字漂亮，哎，而且他还写的漂亮。45秒而已。这如果常喝酒是没办法，抖就抖抖死了。所以外科医生不能喝酒就长，照喝不误。恭喜我们刘尔金可能会过关，但是呢后来没有领到钱，因为 B A N G 他拼错。他其实有掌握重点，他每写一个字会这样。深呼吸一下，换气了。哎呀，不错，能写成这样，天才 bad boy bad boy。好，我们谢谢刘尔金啊，请坐，入座。谢谢。希望全省的观众朋友呢，踊跃来报名参加，也好好练练你们书法，这还不错。大家都现在流行电脑啦，甚至于这个好像影印体啊，对，都属于这个勤写书法了。是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这是我们中国传统古技艺啊。那平常我们在家里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一定要妈妈把电先热好，有没有？就是啪嚓一声也不要浪费掉。什么话？好，我们希望全省观众们报名参加，能过关10万块奖金就等着你来拿。是，谢谢我们今天8位特别来宾，也别忘了每个礼拜五晚间9点到10点半收出中视频道收看我们的天才 Bang Bang Bang。谢谢。